那脚，但是被咬中，哇，这个球被咬中就非常不妙了，又是一个满贯炮，要那脚球，结果高了起来，那这个满贯炮也几乎就是要把富邦悍将一拳击倒了，10-4。136公里的内角高的速球被打出全垒打，哇！郭韵文这个速度跟上啊，比较靠近中线啊，所以全力的拉打形成满贯炮。生涯第二度面对林成化在满垒的状态下打出了满贯炮，两次都是满垒。石头跑到中线，对，要内角，但没有办，没有旋进去了，反而有一个深卡的尾劲啊，跑到中线了。